同学们好，你看啊，我这个画布上的这些画，你看啊，它的结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。你看这两边呢是直的，那么旁边这两边就把它划开，哎，那么这边呢就下去啊。你看这好像有个飞起来的一只鸟一样的，你看啊，那么这个上面的你看。哎，它的结构也是非常准确的啊，这个枝上，啊，那么，这个发出来的叶几根，浓淡有致啊。那你看下面呢，现在三边呢好像单调，那么再加上两边小的作业，啊，这个非常好看。所以你呢空下来呢可以琢磨一下，在画布上琢磨，照它的多棱，啊。所以我在讲的枝干叶结合的之前呢。我叫大家欣赏几幅啊！你看，下面还有一幅啊，也是很有味道的呢。哎，你看它的结构，你看这样上去，哎，下来，这个下来，这个平，这个再下来，这个再上去，啊，你看它的变化啊，非常有致哎。你看在下面呢，现在这是疏拉拉的几笔呢，哎。看起来好像这个作业跟那个作字好像不怎么连起来，但是呢，还是有根有据的，啊，这作上呢小的作业跟大的呢整个是错落变化，很有道理，啊，我们写上以后呢，你要在画布上呢经常去练啊。好，我们呢接下来就画那个作烧，作烧画好以后呢。我画那个杆啊，跟那个枝结合起来，做烧是一种练习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啊。做烧呢，我们先从上面啊挂下那个一个枝来啊，这样下来。那么这里呢也可以啊，放出几根来啊。那么你可以呢，先画那个啊。下面的啊，嫩梢啊，哎，这样，那你按照那个枝的生长方法啊，那么这里呢也可以加一笔，哎，这里再可以加一笔。那么这里呢，你看啊，你这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跟这个平行，也不能跟这个平行，那么要这样稍微，这样的，要偏一下啊，那么。这个竹枝，哎，伸下来啊，那么上面呢，可以用带一点的啊，这样，上面再带一点的，再下来，哎，好，可以揉一点啊，竹梢啊。好，我们再画下面一组啊。你呢也可以呢，先把作业先画好，哎，很随便的，哎，固执啊，哎，分支啊，做到很有致的一种，哎，表达出来，要有很粗鲁，哎，有变化，浓淡。这样好了以后呢，哎，你可以这样的下来，啊，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叶子呢，这里，哎，那这样把它挑上，哎，这样呢画过去，别把这一撮叶子呢连起来，啊，这样呢可以再下去，哎，这样下去呢，哎，这里也可以加几遍。好，这是一种方法啊，我们再画一幅啊。啊，先淡墨水，啊，沾上一点浓墨啊，那么发干呢，从底下啊，也可以从上面下去，这样一笔啊，那么再这样上去，再这样啊，加急啊。
这个画有点小改啊。这里可以画枝，哎，那么啊，下面也可以画的枝啊，从这里画出来。我们呢加叶啊，先从这里加，水多一点啊，水多一点。再加几瓶浓的，这里再出来几瓶浓白汁，哎，要加小叶，哎，这样，那么。在这个旁边呢，加 dam，哎，会水多一点。那么，哎，下面呢？这一部分再加，带一点的，因为上面用了啦，这里可以画带的，哎、好，啊，我们整体改啊，看一看啊，整体的一种改就看一下，哎，好。哎、啊，我们先练习的时候呢，先画一个中间的一个啊，一个大的啊，大概上面你，当然上面也可以加点枝啊，也可以加点枝，哎、啊，哎、啊，那么也可以不画叶，啊，主要呢这个树干上面发出叶来，哎、啊，这样呢布局呢比较哎、啊、方便。好，我们再画一幅啊，现在我们从这里画开，这样。等一下，哎，这样，画上去，这样一个，那么这个字呢，从这里发出来啊。这个地方可以画一个小字啊，弯过去。那么上面呢，可以画带的，哎，带的一字。带里面呢，也可以铺上几笔稍微浓一点的，哎，调调精神啊。这里很松散的样子，哎，一叠，哎，那个小叶子可以怎么画，哎，那么在这下面呢，哎，这可以，哎，打住，可以浓一点的啊，这个竹枝呢，你把它，哎，淹在里面，因为这个线织好了，等一会呢，干了以后呢，它有点白的。笔痕我会出现的，哎，这里可以灭点，好，这一组呢，啊，我们这里可以加几片淡的，哎。这里呢，再补充几遍。
可以了啊，这一幅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们再画一幅啊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呢用一支瘦的狼毫笔来画啊，画了一些瘦盖的竹子啊，淡墨水啊，蘸一点浓墨，我们发开，从下面发开啊，动一动啊，动一下，会站起来。先把脚补上，再弄下面，脚补上，我们啊，这里加枝。这里加枝，从上面加叶啊，我们可以用带一点上面啊，加叶呢，我你看我基本上哎，你看是。哎，分支，哎，这里呢，构字啊，我们再铺一下，哎，这样，就是铺了，你看，就是这个竹枝呢，这里伸展出来，哎，要顺着它的生长的方向来添叶，啊。开始练的时候画的少，轻上，哎，交代的轻上，那么这里下面啊，我们也简单的画几张叶子来，这张叶子这里出来了啊，那么这里呢，其实就是这样的，那么这里一张呢，其实就是这里出来的呢，那下来呢，这里哎，那么这一张呢，也是从这里出来。那么这里还可以画一张短一点的，哎，小叶子，其实就是这里出来的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可以用淡一点的笔补充几笔，哎，淡淡的几笔补助一下。那么这个竹盖上吧，我们在这里呢发点汁，哎，也用淡墨。配上几遍，那么这里呢，也可以延伸下来，这个烧上呢可以浇一点，产生一些褶皱。那么下面的新黄啦。也是向上的，哎，你可以用哎浓的笔这样哎，你看我这个现在侧锋，但是我这个笔杆还是竖起来的哎，所以还是有力的。再补充几次，哎。抠的也不要紧，也有味道，因为都是生叶的了，这里有的抠了，增加点骨力，哎，因为这是化了啊，整体一看啊，再加强的话呢，来这里呢，再用胶墨，哎，特别加强一下，哎，从这里发出的枝干来，哎，加强一下。哎，你不能啊，跟他们有重叠，哎，要小心，哎。好，中间呢，
人类的这个一融以后呢，整幅画的精神就出来了啊。那么这一笔好像太长，跟这里呢，有的人好像哎冲的，那么我们把它铺掉啊，这样。基本上呢，这一边呢铺掉了，哎，但是呢，这里呢也不跟其他冲。好，这一幅就好了啊，我们再换一幅。我们现在呢，画那个黄盖的一种彝族了。那么彝族呢，一般人画呢都这个题材呢，好像是潇湘已故。潇湘已故呢，有风雨交加这种境界呢，比较好难表现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啊，我这样画呢，先呢是画叶，最后加盖啊。我是先蘸那个淡墨水啊，淡墨水呢再蘸得很饱满啊，饱满呢你不要蘸浓墨，哎，这就画好了哎。因为上面呢，水多哎，这样水很多，要画哎。水少了，好，那么再淡墨水，接下来呢，再多一点的浇墨啊，多一点，那么在这个下部呢，加上浓墨，哎，你这样呀，墨浓了就是要跟着行笔可以慢一点，哎，你要把它铺出来，哎，再加浇墨啊，这样哎，这里加一遍，哎，这里再加。这一组好了以后呢，这里还不够淡，那么你壁上的淡墨呢，你把它挤掉啊，挤掉以后呢，你用清水再润一下，啊，清水润一下的，那么直接画上去啊。这里用清，里面有清水，但是也有淡墨，哎，水多好了，哎，让它烘开了好了，哎，这样，啊，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画，哎，这样。好，啊，那么我们发改啊，发改呢，我们从这里发啊，这样，哎，你看呢，我这个改发过去了，因为这里都是水分，哎，有笔痕，哎，没有破坏那个作业，啊，这样以后呢，我可以加汁，哎，汁呢从这里加。前面我已经教过了，哎，先画作业，后加汁，汁呢不能太小，要很有作为的，哎，这样，也不能太乱啊，那么上面呢，再加汁。